五月的花。首先来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所有现场的大哥大姐，我们的 uncle 阿姨，谢谢你们今晚借给于小慧的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们所有熟悉的朋友们，我们的郭大哥郭夫人，以及我们所有现场熟悉的大哥阿姨们哈，谢谢大家今晚的到来。那么今晚的观众坐得很远很远哈，希望等一下呢可以听到你们非常非常响亮的掌声呐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等一下我们的佩芬姐姐上来，我们再聊聊一下哈。来，接下来送给大家，也是我们今晚间的爆笑人，我们的uncle，我们的阿姨所喜欢听的一首歌。那我也是在歌台上有一段时间没有唱的一首福建歌，送给你们这首《感谢莫锦囊》，要谢谢我们今晚间新闸门乐队老师。Thank you.